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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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好，我们谈大手印瑜伽的特性，讲到这个离系瑜伽。离系瑜伽它本身的特性呢，就是清净，清净。那么为什么离系瑜伽会是清净呢？因为离系这两个字啊，我们按照这个字去解释，离开一切系论，离开一切游戏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当然也有专一的味道在里面呢。你完全是做这个出世的，跟入世方面呢没有牵连，完全没有牵连。那修这个法呢，你这在入世方面的念头完全都没有的，那是第二个阶段呢。到了离系瑜伽的时候啊，可以讲这娑婆世界种种的这些戏论游戏，跟你完全通通都脱节的，有这样子的境界啊。上回啊，我跟几个这个同门呢，一起到那个墨西哥，到墨西哥去，那个地方叫做瓦杜口，瓦杜口，啊，墨西哥有一个地名叫瓦杜口。到了机场啊，跟人家讲瓦杜口，要到瓦杜口，那个机场的人居然还不知道瓦杜口在哪里，啊，可见呢，那是一个避尘的世界啊，避开尘世。瓦杜口不是很有名的。一个很墨西哥很小的城镇里面呢，在那个城镇里面呢，有一个 club， 就是一个俱乐部，但是这个俱乐部是属于让你完全静止的一个俱乐部，在那里只有两个字，休闲。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你去到那里一进去，里面没有电话，跟外面隔绝啊，没有 telephone， 没有 television， 没有电视，没有 newspaper， 没有报纸，没有 letter， 没有信，没有电话，没有报纸，没有电视，没有信，没有其他的人来干扰你。这个离系瑜伽，我才想到哦，这个瓦杜口的地方啊，那个 man 的那个 club， 那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有点像这个离系瑜伽，你在那里啊住的那几天当中啊，什么世界大事你也听不到了，世界大事都没有的，不要讲世界大事了，世界小事都没有。既然没有电视，没有报纸，没有信，没有电话，你不能够向外面联络，那个纯粹啊，只有一个自我，只有一个自我，纯粹只有一个自我。那一种生活你过过看。还有呢，没有邻居。这个离系瑜伽就是走到这种地步了，没有邻居，邻居没有。你不必啊
去天天去 talk 啊，去讲话，不用讲话，没有人跟你讲话，那一切啊，完全你靠你的双手去做，靠你的双手，靠你的躯体，没有人跟你讲话，你眼睛也不用去看，耳朵也不听，嘴巴也不用讲话，心也不用去想，意念呢，完全是空白。家人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家人、亲戚、朋友都跟你断绝，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这个是什么？离系瑜伽。那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子呢？就是清净，因为一切就是空白嘛，你眼睛也看不到什么了，耳朵也听不到什么了，嘴巴也没有讲什么了，你意念上也没有什么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通通关闭，离系瑜伽的境界就出来。这个在这一种境界里面呢，你只有修这个自我的这个佛性，自我的佛性。瓦杜口啊，这个 man 的 club 有这个房间里面是这样子的。当然，房间里面只有一个消啊，只有一个消啊，一个 bed， 什么都没有。在佛学里面也提到这样子的，你要修行，你必须要断除外面的种种的眼，外面种种的这些眼不干扰你的心呢、啊、因为你一听到一个消息呀、啊、可能就干扰你的心呢、啊、你会睡不着啊，你看到一个新闻呢、啊、你意念会活动啊，你吃到一个特别的东西啊，你又会有妄想啊，妄念啊，你看到一本杂志啊，有美女啊，你皮肤会起感觉，你就想触啊，啊，看到那个美女啊，报纸上有美女的照片，有电影明星啊，有杂志啊，让你看啊，你欣赏到模特儿，会有触觉出来的，你不要以为没有，你心里有，你是没有了，没有错，你没有直接去 touch， 但是你心里已经 touch， 所以离系瑜伽是没有的，完全把这六门啊全部关闭，让自己的佛性在佛动，就是离系瑜伽，所以当然是没有 dancing， 没有 music。啊，没有这个 movie 电影啦、啊、音乐啦、啊、游戏啦、啊、种种的啦、啊、通通没有的，这个就是离系瑜伽，这个比专一瑜伽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可以讲啊，这一种修行啊，这个佛性啊很容易啊观察到你自己的莲花开了，那么自己的佛性坐在那里，啊，完全这个佛性的光芒啊显现出来。在密教修行里面呢，大所印里面是有第二个层次、啊，是到这一种境界。佛学里面也常常提到啊，这个杀六劫、观六腹，就是这一种境界，就是离系瑜伽。这个时候啊，完全不受娑婆世界种种的污染。Om Mani Padme Hum。